在时光之中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。你好，祝你好运，朋友。 这个神圣的地方只剩不灭的火焰，我感觉到极端的愤怒，一股沸腾，勉强才克制住的怒火。要小心，如果你想要面对穆多兹诺，你必须给这片土地带来安宁。带来了什么样的恐怖啊！以我先祖之名，我会惩罚你们。什么地方？ 我做了什么事？原谅我，父亲。这里是苍蓝龙殿仅存的一切了。一场惨烈的战役把离开这里的时间知道给击碎了。你必须收集散落在地上的碎片，并重建它。 然后击败困在其中的灵魂，才能继续。哼！ 我不认识你们，但是我会以生命守护这里。快离开吧，我实在不想诉诸武力。我讨厌动用暴力。你终于懂了。再见，祝好运。 称呼这里为终之刻，当时我还无法看见，也还不知道你们想做什么。在你们救下无知扭动的虫子，编织的命运的疯狂和绝望，我见识过真正的忠言之客，那是什么呢？是你们根本无法理解的祝福。 就这样吧，凡人，我不能继续跟着你们了。接受我的祝福，我所终于走到这一步了，我殒命的时刻。 回圈已经终结，未来的我。
不会再惹麻烦了。不过，随时间过去，洗耳恭听，我还是会务必小心。你们将会杀死我，轮回会不断的重复下去。重要的是，艾泽拉斯没有沦陷，我们能活下来，继续奋战。别让自己陷入，这一刻是最关键的时刻。你来了。此刻乃永恒之井即将崩坏，而让世界大陆四分五裂的那场大爆炸前夕，在巨龙之魂失落在时间的迷雾前，我们会在这里拿走它。但首先，你必须先破坏艾萨拉的贵族手下所释放的保护结界，他们就在宫殿的里面。我先去前面探探路。祝好运，英雄们。时间是一面交织的，他就在附近，躲在阴影中，我感觉得到。你，恶魔守卫，守好这个地方。其他人，占领庭院。在阴影中，不让敌人看。如果你想要活着看我拯救世界，最好跟我来。我见过一只守护者恶魔屠杀上百个精灵，小心点。我会遮蔽他们视线，好通过这里。准备好。我的魔法在消散，我要穿过去了。燃烧军团，摧毁传送门的能量焦点。我们要走了，跟紧点。他们从宫殿里不停窜出。第一下，大炮燃烧军团，把水晶摧毁，我们再继续。我们要走了，跟紧点。传送门要关了，快！充满硫磺的臭味，这些传送门跟恶魔本身一样臭。我们把这最后的传送门关闭，然后收工吧。他锁住了。拿烂水晶吧，我们得继续走了。我们要走了，跟紧点。传送门要关了。这些恶魔应该都离开了，我们很快就能进入宫殿。是谁关闭传送门的？蛮聪明的嘛，小虫子。恶魔已经不再从宫殿中出现，我们可以继续向前了。太简单了。又一只恶魔送到刀口上。在击败第一个魔化的佩洛萨恩前，没有人能抵达宫殿。
我的优点中没有耐心真相，能在我眼前活下来？不，怎么可能？猎人变成了猎物。你们做得很好，但是我现在得自己继续了。狩猎愉快。在时光之中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。我祈求千月之光能赐予我这是的圣光之光啊，我的生命属于你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祈求千月之光能赐予是的是生命之花呼唤听候差遣，女王。是他们，英雄们，诺兹多姆派我们来这，快跳到我们背上，我们必须带你们去巨龙之魂。看哪，姐妹，她被笼罩在一团黑暗当中，守护巨龙。姐妹，终结这一切，我们将净化上古之神对巨龙之魂的黑暗影响力。他太强大了！你竟敢触碰我的作品，那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！艾萨里奥，你做了什么好事啊？你会害我们因上古之神的疯狂而灭亡！那是我的。我们失去他了，姐妹。他不再是那巨龙之魂的力量正在撕裂他。走开！不要想阻挡我！走开！上古之神在保护他，必须摧毁传送门的连结，快去找怒风。
你能把传送门关闭吗，兄弟？他是有一个强大恶魔的意志所开启，马努洛斯，我无法独自击溃他的意志。哎，好吧，我们帮你击溃他吧。他知道我们的企图，我们没时间了。森林里到处都是他的恶魔。来就来吧。月亮之母啊，引领我们度过黑暗。成为军团太抬举他们了。哦，这一定很好玩。伊丽丹，那个瓶子里是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等等，我有个主意。我们的人做不到的。没错，没错。我可以感受到永恒之井的力量，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。瓦罗森，确保我不受到这群乌合之众的干扰。高等卫兵，攻击！为了你们的女王，为了艾萨拉！解决瓦罗森，马诺洛斯，让我来。为你而战，艾萨拉。圣光之光，我令你失望了。我会让你对不起，艾萨拉。背叛军团领主的下场。我会解决这些恶魔。伊鲁恩，指引我的剑。剑划开了他的地狱护甲，打倒他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玛法里恩，他做到了。传送门在崩塌了。不，不，胜利应该是属于我的。我不会失败地回到他面前。我不会在这个可悲的世界被撕裂。绝不！神器，巨龙之魂已经安全了。快，在世界崩坏前进入时光传送门。玛法里恩，嘘，泰兰达。伊利丹在哪儿？就在那个边缘。兄弟，来得正好。伊利丹，永恒之井失控了。是的，他被太多法术扭曲了。我们
特别是你释放太多法术干扰传送门了，用来把燃烧军团逐回他们世界的法术也影响了永恒之井，他正在吞噬自己和身边的环境，很有意思，不是吗？被吸进去就不好玩了。你乱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跑？还有，你这手放在井里做什么？如果你有离开的方法，赶快用吧。我本来想传送自己跟泰兰达离开，但井的状况太不稳定了。走这里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谢谢你，没有你们的帮忙，我们的世界就……我不敢再设想下去了。愿月之女神照亮你。这一刻是最关键的时刻。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再会。啊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你好，朋友。英雄们，我们取得巨龙之魂了，守护巨龙正在龙眠神殿等我们，快跟我来。萨满，巨龙之魂不属于你，放弃吧，你也许还能全身而退。他们怎么找到我们的？举起武器，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峡谷。这是什么魔法？小心！把萨满带来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其他全杀掉。快点，我们必须前进。又有我有很多很多伤。小心！我们先在这里喘口气，然后再继续。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都别想去。现身吧。如果你真认为你能成为大力守护者，就太天真了，萨满。你只是个凡人，就像凡人一样死去吧。被包围了，去解决那个卓越者，我来缠住这些伏兵。虚无。
我，是我。外面好像都有我的朋友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生意做，但我们不能再让守护巨龙等下去。再见，再见。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小心，有敌人。反挡我者死。太远了，有种来吧。亚历士灼杀的飞龙应该会来这里。那里在上面。你以为我离得太远了？小你们比我想的还厉害。做得好，去看看我们的朋友吧。其他飞龙应该很快就到了，我先飞走了，你们尽快赶上吧。
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太远了。进去，快！我会挡着他们。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现在呢，萨满，把巨龙之魂交给我吧。我不会答应，大主教。你永远得不到巨龙之魂。我想只能这样做了。如果你曾看到我所见的，你就会了解。你曾是圣光的精神领袖本尼迪塔斯。你怎么可以背叛你自己的人民？没有善良，没有邪恶，没有圣光，只有力量。我们服侍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。当他们开始统治，我们会分享他们的荣耀。而你，我们会享用你的骨灰。现在死吧！我看着巨龙的眼睛，感到了。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